是这位美女吗？啊，拉菲啊，好棒哦！好，来，赶快送一下，没有，这个是拉菲。来，那再帮我送一个，请问一下，拉菲尔的面罩，请问是什么颜色？啊，这边的朋友为什么都没有举手？啊，有看到是谁吗？谢谢大神，这位美女很大声，谢谢，好，赶快送一下。来，现在我要送一下，啊，潮批了。来，听说有两件，对不对？好。我问一下，请问一下你们在四只里，我最喜欢谁？来，都喜欢。来，给大家三秒钟的时间，跟我们四只三秒钟的时间拉票一下啊！大家不要敲打它，好吗？爱护它一下。请问一下，请问一下，你们四只最喜欢谁？哎，来告诉我。你们最喜欢？米浪提罗，那米浪提罗由你来送好了哈。好，由你帮我送一千潮币。那这边你们最喜欢哪一只？啊，拉菲尔，拉菲尔，好，又来小心拉菲尔会很生气，因为他脾气很暴躁啊。好，你们没有想到他就叫你来 PK 来着哈。来，现场的朋友，我要送千潮币了。那等一下呢，由我们的米浪提罗先上了，我们问问题了好吗？来，现场的朋友，大家有看过刘哲斌的卡通对不对？好，大家知道为什么忍者龟是受到什么辐射，然后受到一个黏黏稠稠？这个问题有点难，如果你有看过，你一定知道，黏黏稠稠、绿绿的、脏脏的，受到了辐射以后，它们就变种了，有人知道吗？听君。提示一下，要吗？要吗？要不要给提示一下？好，然后跟大家说了，由于忍者龟以及所有的食物，他们是受到辐射的物质，所以才会变种。所以我要问了，你要帮我送哦，哈，问题啊，请问一下，手要举高高，让我看到你们哦。请问一下，现场的帅哥以及美女朋友，忍者龟以及我们属于特殊部门。受到什么样辐射物，然后会变成不变种？请问一下，是受到？受到？物质？啊，声音这么小声，这我都不说。请问是受到？辐射物？辐射物？来，这位大神，来，他就是啊，你说给大家。时间他就要爱护他，不要打他。好，来，好，他很可爱。好，来，好，拍到了吗？拍到了吗？好的，来，再来，拉菲尔由你来送哦。好，请问，好，帅哥以及美女朋友，我装了，我们会有 3D 电影，请问是明年的几月？六月，我们一定有几场的见面会？来，你要帮我送吗？好，放心的，你就送给他千亮粉的潮皮了。请问一下现场的帅哥姐妹女朋友们，最暴躁、讲话最大声，但是最会打架的，请问他是谁？哎，他会有点生气，因为他的声音有一点点小声，对不对？好，让我听一下，再听一下。请问一下，请问他是谁？声很大声，声很大声。这位帅哥女的。来，好，我们帮你看看五秒钟的时间。好的，来，好，五秒钟，好，谢谢。来，现在我要请我们的所有的忍者龟手上呢，都帮我拿着我们的手提袋，我们忍者龟。
为了来这边，来米开朗基罗这边，来我们拉黑来这边，来现场的朋友，来把手举高高，把手举高高，跟我说到爱的时候要跟我说忍者龟好吗？希望每一个朋友手上都可以拿到我们的金牌币，来，请问一下我爱。
好，给你有机会。啊，我们米开朗基罗想要抢镜的人可以，说到旁边去。好，来看一下，好，一、二。你看蓝基罗，这是你的时间 show time 好吗？来 show time 好，你奥纳多，你要不要一起入镜？好，我一直被奥纳多的裤子打跑。来，两秒钟。